首先，第一题的话，你要看这个叫做首当科大，它的 keyword 是首当科大。你还要颁奖给这个 Sastrawan 先讲一下什么叫 Sastrawan 先，还有那个的时候。非文学家了，专门出你们的 concept 那一种的，yeah，文学家绝对不好做，因为太难了，要写一个诗歌不容易啊。第二个出名的话，第二个是出名，所以大致上是这样子的。我第一题的话，然后。所以，如果我收单的话，要放什么？第一题，你们写一个号码跟那个答案给方便看。全部一样，没有一点 argue。可以了，winner 了。好，第一题，动机。谁不是选动机的？恭喜你，你错了，可以讲。所以第一题动机啊，我按六个拉杆，我那个收单。然后第二题的话，keyword 啊，然后古巴汉，崩啊，怎么来着？这个古巴汉崩啊，他写什么？他写 for Majlis per Kawinan，所以古巴汉崩啊，看起来像什么呢？花环啊，对，所以这个是通常是拿来送给人家，我结婚啊、新店开张啊这种啊，来送花环的。所以这个是，所以你要讲的是他顾客什么的来第二题，有答案的自己来了。有人写 C，有人写动机。通常顾客我们用订购吧，名单是要求所以这些答案填吧。这个我们称它为订购了，就你上网 booking 啊，是吧？上网订东西，通常这种要订的，你不能够现场拿的这样，因为要订，因为要订看你要讲的 pattern 嘛，讲的 pattern，那要不要写东西之类的。通常是定的这样，所以的话，这个是这样，然后顺便刚好提到 Dempa 就顺便复习一下，不会讲是学了，复习啊，因为教过的东西了。这两个一次过了，跟 Dempa 比较像的，你需要分的。因为大家明年会需要考一个部分，叫做沙拉汉、伊斯拉，它不是独立一个 part 啦，它是有包括在你们明年的一个部分里面的，大大把色。所以好像这种差一个字，但是意思不一样的，就是它的题目之一了，其中一种类型的题目。多数人应该都懂，Dempo 是否实践的嘛，对不对？好，这样第二个呢？通常我们是用 Dempo Masala，通常是 Dempo Masala。第二个是你们看到的叫 Menempo，通常啊，一般上你会看到 Menempo，这是它原本字了。通常如果你看到 Menempo 的话，我们都是可以查巴拉的。对，这个是突破了。对，这三个是很像的。好，顺便跟你讲，这是其中一种明年大家要考的东西了。其中一个部分了。然后，下一题的话没有 key 了，给你画了，太容易了。来，答案。
这个谁错呢？纯粹是基础问题不了，不是什么没有。给大家看一下，我看你们基础几好，来，看你们基础几好。哎，果然是有人不会分的，这样还很多一下嘞。那些选 boy 的，你们什么时候看过《射雕侠侣》那个亮子的？你们什么时候学过《射雕侠侣》亮子？然后那个选 A 的，你什么时候看过《射雕》这个字？肯定不是我班上的，不要信赖我的。啊，正确答案 C。啊，所以越来越容易没有人错了。第一个是没有这个字的。第二个是量词哦，不用放了其实，然后 gap 也是没有了，只有 gap gap 了。还有正确答案是 C， 所以错的个人自己反省一下了。下一题如果你不会，勉强可以原谅你啊。下一题吧，这题就是不应该错的了。而将第四题的话，讲第四题。很明显还是要表达那个星星在闪啊，所以哪一个？我看有很多人选 Donkey， 有些人选 Boy。哎，这个的话正确答案是 Boy， 应当是不用放两次的。然后本科的班就是那个闪哦。然后第五题，这个不应该错了，交过我的吧？那他给过我的。第五题 C 啊，零度阿根。对，因为零度是一种感觉，所以感觉你就要放阿根后面的话了。所以这个是第五题。哎，他在爱尔兰神学读医学系哦，就确懂大家懂就好。然后下一个的话会比较复杂一点点，这个应该没有听过哦 ，Dakia 啊，你如果找字典，我、哦、现在找不到了。那时候我是找了过后，还有在 refer 多几个地方才找到我的。没有认知机啊，这个意思。啊，你可以当做是宣传的、啊。所以这边针对的是Miquelan、哎。有一些人会想要用一些负面的一些讲法来对你的脑袋讲。哎、如果要对Miquelan的话讲讲。动机的话不够坏。动机那个只是影响我的。这回我们会讲荼毒思想，听过这个吗？啊，对，正确答案 boy， 不然就你。对，正确答案 boy， 不然就你。对，所以这个是一到六了，是这些啊。然后好了，就进下一个第七题。这边的话。第一个，这个讲我本来刚刚，蒙阿布瑞原本就是卡波，所以是模糊的意思。蒙阿布瑞原本就是卡波，模糊模糊。应该有听过卡波吗？之前讲过卡波，它就是动作的模糊。Focus 可以先讲了，注重哦。跟那个我们定干差不多一样，所以关键字是那个 creativity 还有 innovation， 所以哪一个字比较符合 creativity 跟 innovation？ 哪一答案？哪一个跟 creativity 还有 innovation 有关系？看起来，
同意啊，因为他去打了那种创造力啊。像这个嘞，大家刷新。competitive 差不多是这样讲啊，竞争力啊。那有看过这个吗？大家五八呀。U 什么？effort 啊？OKU 是古拉五八呀，不是这个。能力是五八呀罢了。一般上你们不会看到这个字的，如果你看到的话，通常是长这个样子。我刚才也看到这个。叫做 Berusaha Sedaya Upaya，如果真的用到这个字的话啦，这个我们叫它精力，它跟你的那个 gambling 的那个就一样了。所以如果要放在高栏上可以了。然后东西是我们刚刚讲的创造力啊，C 那个是没有的，哪个跟 Daya 是分开那种不同的字啊，Daya 是要配东西的通常，然后的哪个也是的，是另外一种 energy 那种的不一样，所以这个是创造力。这样下一题哦，第八题的话，来，请问这个。什么意思？在乎啊 ，Doctor 那一方在乎了、啊，验证啊，可以讲了，证实了、再问你们下一个问题，这个字原本字叫它的 original 的是什么呀？格杀，整个崩给我格杀格杀格杀，你们以为看到 NG 就是应该的？正确答案是杀，有听过杀跟滴答杀吗？比较，如果讲杀就是讲合法或者是真正的，这种叫杀。这样我变成动作是讲嘞，我跟你证明这个是真的咯，这样，也可以来证实。看懂了吗？一个是形容词，一个是动词。如果讲你的文凭是杀的，代表说你的文凭是合法，或者是说的认证的。如果门跟杀干，就是人家帮你证实这个东西是真的咯，动作来了。所以他证明那个家伙患上我们的 HIV 也这样，有什么病吗？这个懂吗？有人不懂 HIV 那个没有？那讲没有知识要看电视剧。听过了，应该。好了，这样答案呢？哈修 跟本莫雷山中间，是不是东西？哈修的话，你要背打一巴掌吧？那你跑完那一跑之后呢？如果没有哈修，你可能可以放东西了。如果你有哈修的话，你要接打一巴掌。哈修打一巴掌是指成品的意思啊，成果了。从那边得到的结果，那个叫 hasil dari pada。下一个第九题，这个考 exam 吧，来自己来了，不用没有 key 了给你们画，这个你要背字的。先讲，很少的 exam 也是在明年的那个部分里面的。刚刚我跟你们讲的那个。伊斯兰嘛，就是啊，那个部分有包括伊斯兰，也有包括这个萨拉哈 A 加，全部选 A 啊。
很特别的。那个努哥长得像习惯对面，确定吗？哎呀，搞过吗？一堆人中骗，选了就要有信心，这样讲。正确答案 A， 一定去荷兰了。就是要选习惯的，什么鬼？你们应该是要选对的，不是？都要选习惯的，别搞错重点嘛。啊，对我不会写的人答案是 A 了。这个只能背完了，没有别的方法了。然后第十题，这个也是 Edge and Last， 没有 keyword， 你们自己写答案来。这个的话，有人写 A， 有人写 Donkey， 你们怎样可以选 Donkey 呢？我不是很明白的。那个犬的那么大，看起来要分开的没？点吧，也要点吧，有点水准吧喂。啊，这两个是 automatic 删的吗？哦，正确答案。哎，多数人可能看过嘎鲁达比较多，但是真正在嘎木那个德湾里面呢，叫格罗达。正确答案是 C。呀，格罗达是那种大大只的鸟啊，这样。啊，哎，他们是哪里怪兽？原本冯波有一篇 Comsas 是有，你挖什么自己去查啦。你查都不是格罗丹，你跟我讲的。好像骗你有钱拿的，自己去查。如果你查到格罗丹，出来先给我。哎，如果你们讲了，不是你们平时看到我就一定对的嘛？是不是讲？是跟你们讲过你们的鬼调的 case 了吗？啊，勒波莱亚也是这样，鬼调也是这样，对吧？格罗达是 CD 啊？你是查谷歌是吗？查嘎木水，查嘎木水是吗？哇，现在教书很痛苦，还要找东西给你们看。嘎鲁达是在 Comsat 的，然后。你们可以去打那个谷歌，你找一篇叫做 Shail Bidasari， 你就看到 Garuda 了。所以你看过我不会怪你啊，就是正确的写法是格罗达了，你们懂了、啊、这个。对啦，格罗达了，看、嗯。所以如果想看 Garuda 的话，确实有这个字。哎，你打 Shail Bidasari 就有了，我破了孔萨斯，你们也不用学了那个。正确的写法是格罗达，在你的字典里面的话 ，Yeah， OK， 看下一个啊 ，S 一有什么错 ？S 一写答案，那天写了答案过后，顺便讲一下你那个你没有选的说什么东西的，这个是找他大把他说最好的时候了，来，大把他上。有人选 boy， 有人选 donkey， 叫你们写一下那个错在哪里了。第一已经有人写了，叫我们先公布这第一先啊。然后你们确定只有第一个错吗？ confirm 吗？德拉奔，德拉奔差不多了，没差别的那个一样。有没有奔这种东西呢？奔这个东西是能放不放都没有关系的，没有影响力的、欸、所以正确答案就是 Donkey 啊。大概有人选我就问一下吧。Yeah， 欸、这个我意思这个然后隔壁这个很明显写错字了，我讲你错在离谱了。My good D， 还有这个 Duda， 还有这个 Timbunan。嗯。哎，什么意思写？佛路啊，就只有人写佛路，这样每一个有什么差别呢？好佛路，
follow 就不用问你们的啦 ，follow 参加。看到后面是什么吗？读书啊，在那个读大嘞，史籍啊，华语这个字的嘛，史存好像好前面，是我华语不好，还是你们华语太好了？你们在讲的应该都是这个意思来的吗？有差别吗？跟你们讲的东西是这个来的哦。OK， 所以这个是大使的不是大便的，有没有写错啊？ Yeah， 通常一个国家都会派一些大使在别的国家那边for 办公啊，那样这就是 for 一些办公用途了。哎，这个叫鲁大了大使。然后好像你有听过大使馆吗？鲁大就是那个的啦。像丁布丹哦堆在一起哦，所以丁布就是堆的意思啦。所以如果顶不难就是堆在一起的东西了。怎么跟我讲大便不是大便、啊、正确答案是东西啊。对了啊，再下一个啊。嗯。白色二。还有。还有吗？有什么错吗？先讲啊，这个是漏写啊。这题来写个答案，目前好像只有一个人写答案罢了。有人先给我写哪一个吗？有人写 A， 有人写 B， 目前都是 A 比较多了。来投票投票，来 A 跟 B， 来快点他们。哇，全部 A 啊，这样认真的。跟讲 A 的人，请问三个是什么呢？解释一下。讲完他有信心。和家亚门亚干，对，正确答案是这个。后面是杜嘎上吗？那里跑下不盖来吗？首先一个是动作嘛，这里，所以是门亚干吗？呀、yeah ，然后顺便这个什么来的？Yesterday 不够，前天，所以我讲不够吗？前天，然后下一个有没有看到？啊，有问题呢？你已经有量词了嘛，对不对？叫你想是什么呢？这量词的目的是什么呢？啊，正确答案是 A。啊、为了以防万一，你看我教星期五班的时候进来人我不会分、欸、所以的话再讲多一次、欸、什么差别这两个 in case 有人之前上课的发呆了，讲多一次了、欸、星期五好像整班 听过没有听过，这样公司我的问题没有。Happy New Year， 一发给你滚了。Happy New Year。哎，这个叫刚刚，或者是最近，它已经没有新的意思了。哎，这个是新哦。所以我不懂的人，麻烦记得一下啊。这已经是很久的东西了。来，十三继续。这样给你们选吗？刚刚有教过了、啊、这个东西，如果你是三错，刚刚没有听课了，应该讲。哦，一就是眼睛有问题，第二就是没有听课，所以眼睛跟耳朵的问题啊，这两个是。
Gagal berjaya. Dari. Kita jangan serius lah.更加有点问题，那个题目，其中一句啊，其中一句，其中一句有问题，要我们直接看一下到底哪一个是要改的啦。答案有一些小问题，先讲你们的，你们找到什么错先，写那些错的出来啊。格拉呢，还有我们的破，至少这两个有人找到了，只是那个第三的是有点问题啊。啊，这两个咯，一个是因为，一个是我们刚刚讲过的门能波加巴兰，然后这个的话，正常来讲确实是应该放回家药了，因为通常 unit 是讲好的嘛，所以这题严格来讲就只有第一个对吧了，所以这题 bonus 上答案不要看。然后这个什么呀？然后跟这个怎么会对？等把公司连在一起，我都已经打勾了，怎么改？不要改，不用改，都已经打勾了，不要改。蓝冲是假的，你们懂那种盗版的、翻版的啦。本末关沙怎么连在一起？你们很明显都不懂怎么连在一起。再我给你们看几个版本，也不用几个、啊，就两个版本其实。什么差别？这两个？你不要给我讲多一个案啊，那讲的也没有讲，这样懂吗？我们把它 stick together， 都跟你讲不用 stick 了，不用 st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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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累死我 ！spelling 问题我也懂啦，就是你们差别嘛。哎，先讲这两个都对的、啊，这两个都是对的，不是叫你选对错哎，啊，这两个都对耶，意思不一样吧？本案报三文章文章，将那个上面那个嘞 ，now 跟 verb 啊，名词、动词、分词啊，将那个本案报三是什么 now 的嘞？意思是什么？被害本案报三，你抄题目我也会啦，就这样讲的。啊，对了，简单来讲，执行的人呢、啊，这样。本末刮痧就是那种执法单位啦，哎 ，MBSJ 的人啊 ，police 啊，哦，军人啊，这种叫本末刮痧啦，这种，他才有权利嘛，让 pass 嘛，对吗？简单来讲，这个是人呐、啊，嘿，可以讲是执法人员啊，所以这个是人，然后这个是加强。然后至于为什么那个分开，那个连在一起，哎。有看到差别吗？本末刮痧的话呢，你只有前面有一波焊不了，后面是不送的，所以不能连在一起。然后本末刮痧你看它连在一起，是因为它有那个前面的一波焊本，还有后面的一波焊焊，所以连在一起。所以那个 space 是这个原因的。所以否不懂的人你记一下啦。你们不要只是因为你看过。本末刮痧案，你就以为这个要连在一起，这样你们要懂一下规则是吗？所以这个十三题哦，下一个，格杰沙勒沙利文班杜，重点是格抓力。哎，答案
哪一个没有关到合作互相帮忙？中国有人选东基，东基那个就是互相帮忙，不是吧？就是合作了。正确答案是 boy。你把那个竹啊跟他拉倒反，松上是倒反的意思的，对吧？所以你把那个竹硬跟他拉倒反的话是没有用的，就好像你劝一个人，他的立场跟你不一样，就是可能他觉得吃菜比较好，吃斋比较好，但是你觉得吃肉比较好，你不管怎样跟他解释那个肉几好几好几好，他都跟你讲不可以杀生，这样太难过了。所以这个是凹底带松上。Okay, 主要是讲我们很难去改变别人的那种想法了。然后 A 的话，为什么会可以呢？因为有这个，所以你就可以放 out 的得病。然后如果是否这个的话，主要是下面这两个啦，可以合作，它的 mark 是比较多，是偏向那边的。Okay, 所以 out 跟得病互相帮忙，下面两个是合作。然后最后一题，这是一个 body 吧，是应该有听过是吗？这个它的 mark 数是什么？来，答案，答案，答案，这很明显吧？它这叫害群之牛啊！答案，正确答案，动机。Okay, so orang individu ditanggung oleh semua orang. 这几个 keyword 啦，所以这个是动机。然后如果要背它的 master 的话，动机对吧？哦 ，by the way， 顺便讲一下，明年大家的那个 body bus 还是有在的了，然后你会需要到 master 啦，所以大家可以先提早背一点 master 的，这样 for 各个 body bus， 不只是华语而已啦，这样明年要背满满的文的意思啦。可能还会出那个题目，直接叫你写 Berry 干嘛说的，所以你要背 Berry 把这的嘛说的，不只是华语不了，所以好像我这个的话就背东西了、啊、如果你句子稍微改一点点不用紧张，最重要是那个意思要出来了、啊、所以这个是东西了。这样 continue 啊，下面还有多一 set考题，现在做掉11跟12还有13 14 okay, 11到14 10分钟过后讨论，现在 start。
Saya setuju toh. Tadi dia hasil aja mengurangkan怎样的食物才可以照顾好你的健康？来第一题答案，跟刚刚一样啊，是啊，冷麦，诶，冷麦吃多是不好的啦哈，虽然我们懂了，可是还是很多人买那些冷麦来吃，对不对？对，很明显看到人生翻脸了。所以第一个是 C 啦，然后第二题，踩到香蕉皮应该是怎样的跌法比较正常一点？通常这个是滑倒然后跌下去吧，对吗？所以这种方式坐在地上的啦，通常是坐在地上那种，因为通常这个是往前面滑，然后整个人往后面倒那种。正确答案，来，有人写 boy，有人写 c。boy 的话是往前面跌的，勾到东西那种啊，往前面跌的。所以这个是 the jello pop。通常这个是跌倒加坐着了。哎，然后这个事情是没有这样好啊。这个如果你跌到有点严重的话，可能会伤到你的那个脊椎骨啊，严重点可能会残废啊。尤其在我学校，你们喜欢拉人家椅子，没有啊？这个就是其中一个了，拉人家椅子啊，那跌倒啊，这种就是叫做破了。A 的这个也差不多是一样，也是属于往前面破了哦。然后所以这个是脸往地上那只跌的，然后通常是勾到东西的，通常勾到东西，还有往前面跌的。我查那个意思是出这个谱，其实差别我也不会分的，我是有边读边的。你们自己改一下那个谱，我看字典写这个了，我这个写这个。Yeah. 你这句不好给他看到，我跟你讲，来定转来打。哎，这个是 C 的哦，啊，还有那个东西那个，东西那个通常你用到的话呢，它一定是用在问题的。Okay, 通常是玛莎拉，是没？哎呀，随便当一样的啦，扑手一样就可以了，不是扑手，那个旁边一样就可以了，一样的，你们自己写的。你们这些有读华语的人，还欺负一个坚决没有读华语的人，你们这些人过分了。那你在讲座位听，你们好像很多人拿华语讲不错嘛，好像也啥。好像了，好像。呀，哎，所以这个是第二题了，C。第三题的话，Menangis，还有这个打针的，这个应该全数都一样答案吧？正确答案是 Boy Banana。被打针所以哭，对吧？有些人怕打针的嘛，正常。然后下一个，先讲这个先。Beginning，我意思先这个。好，下面那四个也是要分一下，不然你单单写对答案没有用啊。来，Beginning，魔术语哦，我尽量看得懂。叫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啊，哎，第一个什么是 labor？这个很少看到，很少看到。
几乎是没有了。那我们叫它融化，然后 boil 的话就是我们要看的那个字了，就是变成好像粉粉这样了，有看过辣椒粉哦，啊，辣椒粉啊，胡椒粉啊，garlic 粉啊，粉粉这样的了。像冷贝，冷贝这个有讲过了之前，冷贝形容什么的？上面两个没有教过就算了啦 ，C 跟东西教过的了，什么意思的？冷贝跟冷猫。没教过的我讲，教过的你们讲。哇，什么字哦？这个写白话文呢？你那个太文言文了，看不懂。漏红啊，漏红那个对的，对啊，漏红那个对的。冷背是用在五 B 没有错了，意思是讲软的咯。一般上是用在五笔。对了，松软啊，松软，松弛不是松吧？那个意思，不，我也记错，松弛不是松的意思吗？对，这个是第四题，我们的答案是 boy。磨刀碎碎，然后就第五题了。第一个问题，八嘎，准备答案。这个叫 specialist 啊，专家。手术，所以由专家来进行心脏手术，拯救那个小孩心脏有孔。所以答案是，有没有错吗？好，刚刚不能写东西，这样就要问一下。好了 ，keyword 写了，别这样急着写答案写了。全部人写 C 跟冬季的东西，这样好笑的。这样我应该要问一下这样的问题吧？对的。没选择高分都不会来讲，全部人都错。还有什么差别？这两个？不要听我讲的，过程来选 A 的嘛，我都写出来了，这样讲差别出来一点。走过进行，其实都是进行啊，只是看什么时候用吧。一个 for 人，一个 for 东西，来跟讲。我同样都可以放那个本本答案在后面，同样都可以放本本答案。关键是前面，关键是前面。这样懂差别了吗？还是搞不懂？如果你放门加拉尼的话呢，你是自己需要自己要进行啊。好像如果我手术就是你自己需要，可能你不小心。可能出现一些问题，你需要开刀、啊、你就要放门加拉尼、啊、然后 for doctor 的话，他是帮别人的，看到吗、啊？所以你可以把它定位为就是帮别人呢、啊。所以这边的话，你如果放门加拉尼是 doctor 自己开自己了，他自己拿刀了过后自己切自己，这样
大概是感觉啊。哎，所以这个是 A 啦，然后对啦，来第六。这个非常明显不了，啊，C 啊，这个你们没有选 C，我问你觉得什么错呢？想改，对了，在笑我，完了，下一题应该也是会有人看错了，我觉得。不是看错，就是会以为他错了。非常你们现有的知识了，可能不是很够了。第一个要看 Jatuh Sakit，第二个要看 Harga Saham Jatuh，Hukuman Telah Jatuh Oleh，还有 Buah Durian Jatuh，请问哪一个才是正常？有人选 A，有人选 B，这样选 A 的人讲一下你的答案，其他两个说什么呢？这样选 B 的人也顺便解释一下你没选的说什么呢？目前是 A 跟 B 了，李加多不够哦，因为如果你原本句子的话，它会有马嘎玛德拉门加多什么，所以你应该要再加的一个一波汉，对。根据原本句子来判断的，对吧？所以这个是肯定没得的啦。然后其他人的有写吗？Google，如果我留言的话，我们会用伦多啦，不是 Google。是榴莲掉下来，这样有没有人好奇这个是什么？这个没有错，你们觉得可恶加的对吗？有这个字吗？自己写嘞。有还是没有觉得这个字有没有？有啊，没有啊？正确答案是有这个字的，嘿，意思就是贝雨林哦，你可以把它当做是戈纳的意思的，可以这样。有什么字是差不多长这个样子的？好像这个和 Julian。如果你看到 Gaturian，他也是讲他被偷东西的意思，所以是有这种字的，是有这种字的啊，你就当做是葛那胡江跟葛那楚丽就好了，容易背了，反正前面是葛吧，刚好啊，所以就是你葛那了这个事情的意思啊。所以如果看到长这个样子的，不要觉得很奇怪啊，是有这种 pattern。所以葛你除了是名词之外，也有这个用途了，其中一个。像那个沙哈姆根本的大嘞，沙哈姆是 shares，本的大是土壤。沙哈姆是股票的意思啊。所以的话，这个是 A 啊。学完了吗？好，下一题了。倒数5秒，五、四、三，来下一个。Green。你要看的 keyword，第一个叫 kain kain sudah kering，ikan kering，kering hati，
还有 Dear Sendiri Sudagarik， 所以哪一个 Garik 正常你就放那个 Garik 哦。 Garik Hati 变 Sakya Hati， 不是 Garik Hati 有这个字，等一下，没看错，没这个字。还有其他要改吗？除了 Sakya Hati 之外，有人选 A 啊？觉得第四是什么？你们是觉得 Garik 不对啊？第四的话，如果是这个啊，对不对？你们的 Garik 其中跟你们比较不懂的意思啊。你可以写是没有钱了，或者是一无所有了，也可以叫干水了。因为你听人家讲干水也是没有钱的意思啊。Yeah. 然后这个的话要换，这个是 Ambil di langga kereta， 所以、啊、比较适合确实是 sakit 的。所以的话，正确答案 C。来，我们讲蛮多最后一题呀、啊，没什么时间了，已经。第九题的话，来自己看呢它是要写被动句的、啊、还要 passive 啊，哪一个？有人写 A 啊，傻呀我喂，傻呀，哪里跑第一个我来这边的 keyword 你们要看的是傻呀，因为傻呀是第一人称，是不可以有第二类的，这个肯定错了。然后如果是被动句的话，一定是嘎达班都写的，嘎达班都是我们的阿干、啊、所以他一定要在人前面、啊、所以这两个都很明显是有那个顺序问题、啊、这边如果你放沙亚阿干就是正常句子的、啊、就不是 I passive， 所以正确答案是多一阿干沙亚应该阿干沙亚应该这样子啦，多一题了，弄不爽输了。看看久了像你习惯一样。啊，最后一题来答案。第十题 A， 关键字是那个门班就 re 了，你们只要一分这个就 OK 了。如果你要讲挤满人的话啦，我们会用门班就 re。Yeah， 所以正确答案 A。剩下的下礼拜继续，然后 upper test 的话就自己读一下了。今天我们上了20多题，肯定有生字了。可以放学了，各位。